乔治亚示威者高举标语，讽刺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。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迈入第二年，西方加深对俄国的孤立，俄国却在此时宣布重启与乔治亚间的航线，引发部分乔治亚民众不满，纷纷挺身而出并声援乌克兰，认为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残暴的战争，不应该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与俄国往来。乔治亚与俄罗斯南部接壤，2008年两国爆发战争，俄国在2019年禁止与乔治亚的航班飞行。总统普廷近来出乎意料的宣布解除对乔治亚的禁飞令，同时对乔治亚公民推行90天免签证的制度，引发国内的复杂情绪。毕竟历经多年紧张关系，乔治亚民众为此对政府的批评持续加剧，指控当局与俄国政府暗中合作。也有分析指出，普廷这项做法是混合战的一部分，意图破坏乔治亚与西方的关系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